乡长，好，容易，容易。五节乡长沈德茂从庭院大门带来祝贺好礼，登门探视五节乡103岁任瑞谢阿燕老太太。走来迎接的是五节乡农会前任理事长谢习琴，一家兄弟好几个都前来迎接乡长的到来。哦，俺大多啊，你这铁杆是什么呀？这应该是。有什么寿桃啊？叫人点一下。慢嘞，慢慢嘞，别急。啊，阿奶好，你抱回啊，先进来那个抱。听到客厅热闹的迎宾声，阿妈脸上带着笑颜，穿着整齐的走出来，受到大家的欢呼。哇，你是谁来了？阿妈来了。乡长带来寿桃面线，还有蛋糕和毛毛，今年更加码进奉15000元的重阳礼金。来给阿妈祝福，咱今年诶办个好。赞赞赞赞！个万块啊！哦，最近都万钱啊！今年增加个万块吼。食什么补物件无？食荤。啊！食荤配菜。荤配菜。哦，简单的。唔捌，一年一只鸡鸡吧。哦。啊，平时都真少安尼食，真济用错就对啦。嘿啦嘿啦，啊，照常同款啊咧。家在伊人来食咧，哦，啊，主要是讲啊，心情欢喜啦，吼，哎，对啦，欢喜啦，欢喜啦，啊，家孙大家拢友好啦，嘿，友好，也真乖啊，家己关心安尼啦，吼，大家吧，阿妈阿祖，我咧家阿孙要家友好，安尼，哇，赞赞赞，有去问伊无？问到啊，问伊。红叶，做成红叶，较早，较早有哪个老阿姨啊？唔得去过，也也太命，较早，较早热嘞，啊，103岁的谢阿燕阿嬷身体硬朗，口条清晰，说她的养生之道是正常作息，天天喝咖啡。夜间休息，咖啡无灯了。哦，安尼哦，喝几十年嘞，真的，真的天天喝，爱饮咖啡才困得去。安尼哦，哦，健康的饮食，喝咖啡。我昨天吃，吃不甜的，那温煮的吃个汤。哦，哦，哦，这咖啡是他的，他的呢？哇，没败没败，都要喝咖啡。重阳节即将到来，乡长前来关心高寿长辈，家眷都感到相当光荣。今日吼，会使讲，我老母啊，103岁吼，啊，都
真感谢，我是台中这兄弟，也感谢讲咱乡长啊、团长、代表啊，各位咱这诶长官咧吼，啊，甲这记者先生、记者小姐安尼吼，麻烦你今仔日拢来甲阮老母接受啊，我真正感觉讲十分的欢喜安尼吼，啊，甲十分的感谢各位安尼吼，哦，啊，多谢各位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欢喜地跟阿嬷合照，祝福阿嬷福如东海，也希望高龄社会能有更多的长辈像谢阿燕阿嬷一样超过百岁，人人健康如昔，耳聪目明，身体硬朗。